各位龙兄虎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国城。在我们的年底大选呢，是最后的七天倒数计时的阶段，每一个候选人无不使出浑身的解数，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这是为了净化整个的选举，让好人都能够出头。为了配合特别配合我们的法务部、民生报，还有中华民国荣誉光复人协进会联合会举办了这一次的。 有奖征答的活动，那就是净化选举拒绝贿选的活动。特别准备了很多精彩而丰富的奖品。当然，在这边要请到我们这次的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现场的几位贵宾。首先欢迎我们的法务部长马英九马部长，欢迎。首先欢迎第二位是我们的民生报发行人王孝良王女士，欢迎。继续欢迎我们的法务部保护司司长黄勤正先生，欢迎。 欢迎我们的中华民国荣誉光复人协进会联合会理事长薛凤芝先生，欢迎。最后要谢谢，也要欢迎我们在这次所赞助这个精彩丰富的奖品的双冠企业的董事长谢文渊先生，欢迎。非常谢谢大家百忙当中来到现场。首先要请我们的马部长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马部长。好，请。主持人，各位贵宾，各位。 电视机旁的观众，首先，法务部要感谢，民生报跟中华民国荣誉关护人协进会联合会共同来赞助这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也是我们法务部第一次来办理反贿选的有奖征答，目的很简单，就是净化选风，把贿选赶出台湾。希望大家热诚的参与，我们等会儿会把非常精美的礼物抽给所有的应征者。 看看哪一位姓名，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马部长。接着要请我们的发行人王孝良王女士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大家好，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选举，我们非常感谢法务部给民生报的肯定，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清纯的报纸。 所以这次我们能共同主办这个净化选举，所以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观众在这次选举的时候，就像我们部长所说的，拒绝贿选，我们才能选出我们理想中最好的各界的领导人。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王女士。最后，我已经请到我们的中华民国荣誉光复人协进会联合会的理事长薛凤芝先生为各位说几句话，欢迎薛理事长。各位观众好，这次我们跟法务部还有民生报举办，我们中华民国荣誉光复人协进会联合会来举办这次拒绝贿选的活动。我会盼望我们全国的观众来支持我们今天对谢会的安抚以及选举的贿选来赶出台湾。谢谢各位，今天有很多的观众来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谢谢。谢谢，谢谢薛理事长。 这次这个的有奖征答活动呢，有全省的将近有数万封的明信片，纷纷的投入这次的有奖征答。希望呢，我们这次的幸运的我们的应征者能够得到我们丰富的大奖。一开始先抽出我们的第一个奖，请我们的马部长抽出我们的电解水生成器，只有一名。好，来，谢谢。先抽出我们的摸彩箱，现场有六个摸彩箱，看看是哪一个摸彩箱。 五号，好，在五号摸彩箱。好，请抽出一名幸运的读者，幸运的读者，台北市天母东路八十巷二十弄十六号二楼，庄素煌先生。恭喜你得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奖，恭喜我们的法务部长，幸运的奖，抽出了幸运的奖品。接着，请我们的王孝良王女士为我们抽出我们的其他的重要的奖项。 首先抽出是我们的方形的电子保温锅，在这边呢只抽出了六个奖项，但其他的三百多个大奖呢将会在明天的民生报陆陆续续秉持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各位抽出。然后呢，请详阅明天的民生报，将有非常详细的刊登，所有幸运的应征者。我想呢，今天请到各位来，选前引流是人人有责，真正是做到不买票不卖票，才能使这次我们的民主政治真正的跨出一大步。我想最后只有八个字，希望大家我们特别来宾一起来呼吁大家，好不好？
最后让我们做到这个八个字，那就是净化选举，拒绝贿选。谢谢大家的参与，谢谢，谢谢所有的贵宾，恭喜所有的女得奖人，谢谢大家，谢谢。